还是会在听。好像没有一之前的没有以前一样。对，我记得你上次来的时候抖很严重。那抖得轻。对，抖得比较轻。那因为手抖哈，我们找一下肩膀的位置，先找偏中，看肩胛骨这个位置，大概在中间凹陷处往外，这会酸痛吗？这里？哦，有疼。来放松，手放松。这个位置就在肩中。你觉察俺不说黑不见了。做了很多年了。这个也可以用指节按。这个位置重点了。转了两个点。肩关节这里也按一下，这里有肩与肩髎。哪有毛病？你用过能摸出来哈？有些可以，有些它有结块呀，有疙瘩。对，有疙瘩或发炎、发紧，可以摸到。肩膀的三角位置，这个样到这交接位置，这里也比较容易抖。我手放前面一点，这个位置，这里一般也会有结块。这个地方不怎么疼。现在我们按的是肩关节前面这里，对，肩前线。这里不痛吗？这里？这会儿还行。把它的肺经和细胞都是走了。
才差不多吗？还是有好一点？那是有点动，那感觉好一些。嗯，时间长了它就。这已经比上次就好很多了。对，上次刚来的时候是抖的。还是有一点，这开始有点抖，久了，还是有点抖。嗯。能多少再等一点？嗯。等一下再帮你拔罐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做那个。你上次拔了五六个罐子。哈哈。少了，我们自己看啊、哦。以前刚开始抖得很多。对，上次看他抖的好。上次这按摩回去两天一点也不抖，到了第三天，开始抖了。多少年了？你抖手抖啊？抖了多少年了？你哥？抖了有四五年了，越来越厉害，有时间抖，嗯，有四五年了。嗯。这样子很好，这圆滑一点。对，大部分也都是这样的一罐儿，我们在家也有，这没拿的。哎，那么快啊！不是，我就是让他先走一走，哦哦哦哦哦，现在弄来了，顺一顺。等一下再定，现在先给他走罐，然后顺。哦哦，那。哦，这会儿就费劲。这条手上的话有，现在我拔的是杏鲍筋了，肺筋是大手指这边。哦哦。你看还是这个地方颜色最深。对，上次拔这个地方是最厉害。对，嗯、对这里堵的比较多、嗯。其实上面颜色都还好。嗯。嗯不抖了，这不抖。对呀、啊。那行。多了。平时其实你可以敲敲打打，就是拍它，让它气血流通顺畅一点。或者这样捶捶它。阿姨，你帮他打。对呀、啊，这条筋它堵住的话，它也容易抖啊，这样。嗯。它你看它这里都堵。嗯。上次这个地方都直了。对，现在还好一点了哈、嗯，还是红。比上次能好一点。嗯哼。还好。还行。Thank you.